来来交托启文，启文三十篇，启文三十篇，我来启，兄弟来应。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站对上主来，伊袂予你滑倒。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民，上主是你的保护者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上主会救你脱离各款的灾难。日出日进，上主会保护你。这是咱三家来看上帝的话。今仔圣经在两位，第一位记载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。所以恁既然爱人宽待你的，恁也着安尼宽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甲神秘。第二位的圣经在记载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到四十节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到四十节。三十四节。法利赛人听见因已经挞伐撒都该人的嘴，就三甲自责。其中一人做假法师的弃医问讲：“先生啊，律法中什么界上大？”三十七节，伊甲因讲：“恁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。”恁要疼厝边亲像家己，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神秘的总拳头。以上，愿上帝赐福听透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是咱来念这礼拜的经文，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所以恁既然爱人宽待恁的，恁也要安尼宽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甲神。